来，小朋友，现在你们拿出这一本白色的练习，上面是青色字的哦。给，拿出来后，打开第25页，练习13，写上你们的姓名，然后以及今天的日期。好了吗 ？OK， 现在我们一起读 A， 读读想想，画画涂涂。来，这个是什么字呢？对，这个字就是想。我想知道的想，想知道什么呢？我想知道云儿要去哪里。我想知道云儿要去哪里。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会下雨。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会下雨。我想知道海底住了什么。我想知道海底住了什么。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。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。我想知道鱼儿会不会呼吸。我想知道鱼儿会不会呼吸。Okay, 现在小朋友，我要你们把这五个图片画进格子里面，然后涂上颜色。OK， 好了后，我们现在看下面 ，B 比一比，填一填。OK， 我们现在看旁边这三个格子是什么字？怎样？怎样？什么？什么？第三个字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OK， 下面来看第一题。小妹妹为什么哭？小妹妹为什么哭？在为什么这里写上一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 ？OK， 在这里写上二。这题数学怎样做？这题数学怎样做 ？OK， 在这里写上三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题，为什么你还不回家？为什么你还不回家？可以在这里写上四。我想知道蛋糕怎样做。我想知道蛋糕怎样做。OK， 在这里写上五。OK， 现在小朋友，我们一下来对一下号码。OK， 第一个图片你们这里第一个格子对不对？你们写上三和五对吗 ？OK， 第二个图片你们写上。你们在那里写上二，对不对 ？OK， 第三个，你们是不是写上一和四 ？OK， 对了，话就把你们的答案写进空格里面。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打开第26页 ，C 查一查，请在 B 图找出五个不同处。OK， 现在我们来观察 A 跟 B 哪里不一样。OK， 对了，是这个音符这边，你们看这里有，这里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圈起来。OK， 第二个，你们看这个脚踏车的后面，这个是不是小小，这个大大，对吗 ？OK， 你们把这里圈起来。还有三个，我要你们用你们的眼睛来观察，然后把答案找出来。OK，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，拜拜。